好的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的第二课，音高课程的第二次课。那么昨天我们学习了音高这个课程的第一课，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学了音乐有哪几个音呀？桑尼亚说，七个，是哪七个呢？知道吗？是哪七个？Do re mi fa sol la ti，对吧？很好。而且我们说了，这七个音是有高低的，是从低到高。还记得我们昨天学的那些动作吗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，好不好？来试试看。预备，开从哆开始啊。Do re mi fa sol la。记住了，那么在今天的课里面呢，我们要更加的巩固一下这七个音。在这里，我要向大家推荐一首歌，这首歌呢是源自于一部电影，非常经典的电影，它也被拍成过很多的音乐剧，叫做《音乐之声》，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吧？那么在《音乐之声》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，其中有一首就叫做《哆来咪》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学唱这首歌，因为学了唱这首歌以后啊，你就会对哆来咪发嗦拉提这七个音符非常的熟悉，而且会学会它自由的组合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？好，小朋友们都站好了啊，各就各位，声音唱大声一点啊，让电脑前的小朋友可以听见，好不好？可以跟着音乐自由的发挥，自由的舞蹈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可以到远一点，分散一点，对，这样不会打到。我还在刷这口呢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了啊。我还不会彩蛋。没关系，随便你怎么弄都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好，备我们好了。开始。
今天的主要的课程，带着大家一起来学唱这首 Do Re Mi，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多唱一唱这首歌啊，把它唱得朗朗上口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认音符，认这些音在五线谱上的位置，就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结束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